Hello， 女人我最大官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Daniel， 我是彩妆师肉雨，嗨。哎，这么多人在这里，因为周年庆已经开始的如火如荼喽。你知道周年庆有什么必买、该买的产品吗？肉雨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呢，等一下就一定会带大家去看。对呀、啊，今年要买什么呢？赶快来跟我们挖宝吧，走。我们第一个柜位呢，就来到我们志玲姐姐的最爱哦，就是我们的嘉丽宝。我们要先推荐啊、像秋冬换季啦，肌肤状况不稳定啊，就是要拥有这样子的角质美容液的特惠组，它打到折扣真的非常优惠了。而且你有用过这个产品吗？我没有用过，你看起来就很厉害啊，因为之前在推。没错，因为它这次啊、除了它有升级之外呢，它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小 mini 在里面呐、有包括我们的洁肤皂啦、活肤霜啦，都在我们特惠组里。那角质美容液呢，更是你每天的日常保养之一哦。所以如果说你肌肤想要更透亮，然后更保湿，使用角质美容液就是保养的第一步。那我先来帮你试试看，像你最近是不是有一点点又黑？有一点点又黑。又好。我们来试试看，像这样角质美容液，他们有特别的化妆跟角质调理，一般的化妆棉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角质美容液的调理棉是这个样子，有特殊的网格状，可以帮助你每天在调理角质啦，还可以帮助你的化妆水的渗透吸收。那一样就用我们的角质美容液在化妆棉处，因为它是浓润的植物呀，所以肌肤的保湿度就会很好。直接来擦拭之后，再用我们角质调理的这一面稍微做角质调理的作用，就可以完成肌肤的透亮感喽。那接下来其实就是要为肌肤做好保湿补水的动作啦。这一次就也有推出全新的美滴，那帮你的肌肤不只是保湿之外，还让你肌肤自己生成玻尿酸哦，效果更棒。那它的特惠组也很厉害哦，除了还有很多 mini 之外，还送你三片面膜。这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你的两组特别优惠的特惠组哦。那肉你推荐什么呢？推荐这个彩盘组，你看呢，它这次的这个彩盘组里面有渐层的颜色，从深到浅，然后还有打亮的颜色。然后呢，我前面这两个颜色都是非常热卖的颜色，它有咖啡色系和紫色系，都非常适合东方人哦。最主要它有送一个眉粉盘，然后呢，这个眉粉盘呢，不管你的眉毛，不管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，它都非常适合用在东方人的脸上。你看它有深色，然后有一个浅色让你去做调和，中间这个颜色非常适合打在鼻影或眼窝的地方，然后还有这个打亮，如果呢你的轮廓不立体，你用它打亮就对咯。你秋冬也有肌肤敏感的问题吗？我刚听说你有，对不对？超级有的。对啊，像秋冬换季我自己都有肌肤敏感的问题。那今年 Sri 很厉害啊，就是本来的头皮调理系列有出一个特惠组之外，今年的新品也是针对我们换季啦或荷尔蒙造成的肌肤敏感。我先来讲的就是头皮敏感怎么办呢？我自己都在用哦，这一组 Sri 的法品的特惠组，从洗发精啦到筋膜油啦，还有我们的护发乳跟身体的沐浴乳都有在里面哦。这一组满满的身体护理系列就只有在周年庆限定才有哦。再来脸部保养也别错过咯，今年税刚讲了有特别的改善我们荷尔蒙失调啦，甚至我们换季肌肤容易敏感的新品哦，就是我们的阿敏的特惠组。从我们的化妆水到我们的乳霜，有一满满的一组，也给所有的消费者带来极致的护肤享受哦。接下来跟我介绍咯，所以还推出这个秋冬彩妆精选组，里面有它这个最夯的眼彩笔，它可以当眼线液化，也可以当眼影化，也可以画下眼线，也可以画内眼线，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哦。老师可以看看，哎、对，它前面能尖，
就是会刺伤自己。哇，但它画起来就很细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它的颜色都非常自然，所以呢，自己的眼线画完也可以晕染在上面，有一点点渐层感，这时候你的眼线就不会太锐利。嗯，对。然后还有这个唇彩笔，这个唇彩笔呢，它里面的颜色是今年很流行的这种红色系，那你可以搭配自己原本的土色系唇膏或是裸色系的唇膏，都会很好搭配，尤其在秋冬的时候很适合。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修容蜜，那呢它呢很好用的地方是它嘴巴也可以用，脸颊也可以用，然后它里面的珠光的光泽不会让你毛孔变大哦，它是很细致的贝壳光泽，所以非常适合用在东方人的脸上。是，还有这个两个小G的部分，它里面有眼霜啊，然后还有洗脸的啊，都可以让你在妆前都可以使用。哦，妆前保养也兼顾到了，对不对？妆前保养也兼顾到了，所以周年庆必选这组。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日系彩妆的王牌 RMK。首先呢，在保养的部分，他们推出了防晒足，这两件基本上打的折数很优惠哦，而且它的防晒系数有到 SPF 50，是你每天都可以用的脸部防晒品哦。看看它的质地非常的清爽，而且非常的好吸收，擦在肌肤上就像奶油一样，一下就化开了。重点是即使夏天用都不闷热哦。还有这个 3D 裸透粉底组，大家看哦，里面三合一的颜色，粉底的颜色都帮你配好了，这是底妆的颜色，还有打亮的颜色，还可以帮你做修饰的颜色。然后你看这个刷子很厉害哦，它可以变形，所以呢你可以大范围的使用，也可以斜角的去做打亮哦。然后它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打亮笔，这个珠光的质地很适合用在明亮的部分哦，像鼻骨啦、下巴、鼻子、下巴都 OK。然后呢，还有它的这个隔离霜，妆前隔离，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哦。这好像今年改版，对不对？对，是今年改版的产品。然后呢，老师要不要用用看？好啊。它这个呢也是很清透，然后呢，涂一涂它就化开了，而且它保水度超好的，它可以加强持妆将近24小时。是的，而且呢，它里面有一点点红光的粉末哦，所以你看它的上上去了以后，皮肤变得非常的明亮，修饰亚洲容易暗沉的肤色，对不对？对。再来就是一定要推荐给大家人气的彩妆组，你看哦，它这里面有四色的眼影盘。然后呢，它有最浅的颜色，眼线的颜色，还有比较 colorful 的颜色，还有一个比较艳丽的颜色，所以呢搭配起来呢可以用在你平常上班的时候啊，或者去 party 都非常适用。然后呢还有这个假彩棒，这个假彩棒很特别的地方是它不止双颊可以使用，眼睛也可以用 哦，眼睛也可以用。对，今年是不是很流行红眼妆？对啊，你自己的眼影上完以后，你是可以稍微点在双眼皮的部分，就有一点点红眼妆的效果咯。然后呢还有唇蜜，这个颜色呢我也很喜欢，比较很气质的颜色，很适合推荐给有气质的女生。还有眼唇卸妆液，对不对？眼唇卸妆液，眼唇卸妆液其实他们家也卖得非常好，对，卸妆产品啦，底妆产品啦，都是热销的保证哦。我们刚逛完了这么多的经典产品啊，各家品牌都非常厉害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周年庆啊，其实也可以做做功课，有些一上市就刚好遇到周年庆档期，你就可以来做投资哦。像来到苏谷，我自己非常喜欢它前一代的这一个活肤的精露，因为它是化妆水，也算是前导精华。那刚好它在十月份又有升级的全新版本，它的味道其实是更清淡、更优雅的香味，然后加上它的精华液，能够帮助肌肤保湿啦，刺激胶原蛋白增生啦，效果很好。那它这一组里面呢，还有我们非常经典的面膜啦，还有我们的妆前组，加上一个可爱的小塑口袋，这一组也非常的划算哦。那
Zoe， 你有推荐什么样的产品吗？在保养之余，你觉得今年有什么新的产品是你最推荐的吗？在彩妆上，像周年庆啊，我觉得买彩妆一定要先笔记起来自己今年缺的颜色，然后把这些颜色都笔记起来的时候，才不会到了现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彩盘就失心疯。哦，对，所以你先把它笔记起来，你就可以知道我选择彩盘的时候里面有哪些颜色是我一定想要用的。而且像这个就是今年流行的趋势颜色。对啊，这个就是趋势色。像这个就是我在今年庆周年庆一定会把笔记下来的颜色，比如说有这种莓果色啊、红眼妆的颜色啊，然后像这种浅色平常都会使用的。对，所以这种眼影盘就很推荐大家在周年庆去做购买。然后呢，再来现在啊，很聪明的是连假彩它都有综合的颜色，对对，它就可以修饰皮肤的泛黄啊。然后你看它有桃色，然后也有蜜色，所以呢，就是你可以去搭配。因为肌肤的状况其实每天也都不一样，对，有些时候比较容易暗沉，有时候比较泛红，它就可以针对不同的肌肤肤况来做我们彩妆的搭配。没错，没错，嗯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底妆啊，底妆就是女生在周年庆一定会必买的。底妆其实也是我必买的主题，因为我们其实上通告，真的底妆的需求量很大。很大。对，那朱古这个是明星产品了。这个明星产品，这个粉饼非常的细致。然后呢，最主要呢，我觉得它使用起来呢，一整天都不会脱妆。然后朱古的粉质呢，就是呢，让你皮肤上上去以后不会有粉感，所以上起来非常的细致，尤其在冬天的时候。哦，不会因为冬天比较干燥，所以容易脱妆。对，容易脱妆。对对。还有妆前乳啦，也有保养品哎，在这一组里面。对，应有尽有。还有这个蜜粉，蜜粉听说一上市就抢购一空，而且很多颜色，然后它在肌肤的提亮啦，让毛孔细致紧致都非常的好哦。嗯，对啊，这光泽很漂亮，这也推荐给我们所有消费者。当然，像我们在搜狗周年庆的时候，其实他们算礼券满额赠的机制啊，比较复杂一点点。如果说你刚好就差一点点就可以领到我们的满额赠，别忘了再挑一些你自己日常会用的保养品啦、化妆水啦，或者是必用的眼线啊。对呀、啊，还有唇膏啊、打底的，还有粉底液啦。我觉得多挑一瓶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，多领一些满额赠，或多领一些周年庆的好礼哦。我觉得这也是聪明消费的好方法。周年庆消费，其实买对选对才能做聪明的消费者哦。刚刚介绍的小撇步，大家有没有笔记起来了呢？那我们就下次女人我最大官网再见吧，拜拜。